主料：茄子500克，辅料：肉末50克，葱姜蒜，黄鱼一个，香菜末，红辣椒一个，老抽生抽屉小勺，鸡精，料酒，白糖，麻油数滴，生粉。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黄鱼洗净，去头尾及鱼骨，切成小方块待用。热油起锅，下方鱼块炸至金黄立起，茄子洗净，改刀成小块，热油中火起锅，下茄块炸至金黄色，沥干多余油分待用，蒜末爆香，再下姜末和红辣椒一起翻炒，下肉末和方鱼块进行滑炒，料酒走边，放入茄块一起翻炒，加入高汤，放鸡精、食盐、香油、胡椒粉和白糖调味，再煮至入味，最后勾芡，滴入麻油，撒上葱段和香菜末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做潮式的烧茄、黄鱼是必备材料，不可省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